我们过来看一下。这是下面。应该是祭祀鸡之类的吧。都是非常浓稠的汤。好，那个水蒸气太多，我就不要太靠近。哎呀，相机要先借啊。这是甜点。这是大门一进来，这是今天的房间。饭店的波蜜果菜汁很好喝，就是印度买的饮料，然后它其实啊上面如果标价，它有标价，就是这个 RS， 所以商家其实都会坐地起价，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个价格，然后。就跟商家只说你看得懂，然后你就买这个价格就好了，要不然他们都非常的黑心，直接会乘以三之类的。好，我们新地的那种红色，所以你看到左边是很多蔬菜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些红棒。另外呢，泰姬陵也在阿格拉那边，它的另外一个北方的产地是产大理石。你讲。台湾花莲有没有大理石？是不是有名？差在哪里？我跟各位讲一下，他们这里的大理石比较白。我所当年大理石，因为呢会有页岩的关系，会一点一点。他们先一里啊，那来对才会多找文件哦。十分钟我们就要到达了，这边是村口，我们就要到达月亮水晶。看一下在卖什么，弯弯曲曲的蛇瓜啦。干妈点啊，因为这里接近沙漠地区最多哈，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吉普车，因为比较好用嘛。以前在你去讲太空多诶，都马起的话，从这边哈就会慢慢越来越多骆驼。会遇到三四间国小啊、国中啊，非常的多。所以哈，比较乡下的关系，这边的人就比较不戴安全帽。一台传统的嘟嘟车，在德里规定呢，除了司机之外，也就再多载四个。乡下无极限。还可以后面那个棚子后面外挂四个人，应该在路上常常可以看得到。
看那个嘟嘟车的前轮啊，那个前轮很特别哦，它是哈、哦，只要英国殖民的地方就会留上这样子的嘟嘟车。为什么呢？他把哈、哦、尾四排前面的前轮的单轮结构呢，那时候留下来拆掉之后，为了加大载客量，改造成车厢。如果你注意把它看，比较旧款的，它是那种尾四排单轮结构的结构，很厉害，所以可以用那么久，承受的力量。那什么叫做飞机轮啊？因为飞机轮也是单轮结构。